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后面的这个背景，就是真的是我们在农村这里。今天呢，小黎和小红是来到小娘的家小娘是有出现在小黎的影片有一到两次左右了。如果大家现在还不认识小娘是谁的话呢，大家可以找到前面的视频可以看一下，或者找到小黎的美食频道那边的也有小娘出现的。我们今天是有空嘛，所以想来小娘家看一下。我是第一次来小娘家的虽然认识小娘很久了，她是我们呢一个地方，但是不同一个村我给大家看一下她这边的风景吧这里就是小娘的家。这个地方我以前是有去过了，但是没有到他们家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家附近的。你看，我们越南农村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房子。我们是中部这里的，是很安静哈。这里呀是有一个江，前面是人家种田的很多。我们是往这条路走到小娘家的。看他家附近的是特别的安静我的摩托车放在这里了。Hello， 小红。小红今天呢跟我们呢到小娘家，因为小娘是她的妹妹嘛。你带我们去小娘里面的参观一下。我们从前面这里吧。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农村长大的人肯定会。这个是小娘妈妈的摩托车，但是现在小娘继续的。那她妈妈用什么车？他们没有车。没有车我们去参观一下。看。Hello。小娘啊。Hello。小娘在洗碗。在干嘛？大家好，我是水莲。小娘在洗碗哈。对。吃饭了没有？没有。没有哈。那你先洗碗吧，一会我们来聊天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家哈。这里是他的家的后面的。后面这里是你家的土地吗？还是别人的？小娘。那个别人好，我们呢很多人是这样洗碗的。里面这里是睡觉的地方了，小娘，谁的房间？妈妈。妈妈哈，那我不进去了。这里是厨房。厨房很简单的，没什么东西，但是也是挺干净的。这是小娘哥哥的地方。我们呢进去看一下，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呢老房子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家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床，是这种木头，是很耐用的。房子特别的简单，客厅这样的，客厅啊没有电视机，小南的家现在还没有电视机。房子也是很久了，简简单单的。他们爸妈以前的条件是特别的不好。这个房子是几年盖了？这个房子是他们爸妈买的，摸不定的，买十年了。这个是小红吗？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小红小时候的，应该那个时候才一岁多左右。这个是小娘的爸爸，小娘的妈妈。这个是小娘以前的，我们好久以前的，就是结婚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看小娘和小娘爸爸和他妈妈结婚的时候，以前我们是这样穿婚纱的。小娘就没得危险了，我买到了。
给你们看，这个是奖状的，就是以前小娘和他的哥哥的，他们学习都挺好的。这个我发现跟中国那边一样的，上次我去啊中国朋友那边的，他们小孩奖章也就是贴在墙上这样子的。我就不知道嘛，还没有爸妈呢，爸妈还没来啊？还没来，还没来。真的啊？你得上班到了啊？好，等会儿你来炖汤，我家。好，炖汤鱼。小南要去拿水给我们。哎，有小三头回来。呵小南给我们喝水的。谢谢我们的小南，我们呢做客来家里啊，要有啊水喝的，我们呢。啊，上来喝喝茶，聊聊天吧。喝水吧。喝水哈，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小朋友七八岁左右的，现在啊中午的时候呢，12点他们自己要这样的上课呢。以前我们只有自行车，现在就他们有那个电动车了，会方便点，但是都是自己啊上课的，没有啊爸妈会送的，爸妈都是干活去了。哎，找他们两个美女聊天呢。你们在聊什么天的呀？啊？在聊什么？跟我们聊一下。昨天我听他的爸爸说，今天他去香港。我今天你去香港啊？啊，没有。我不去。不是你去香港找工作吗？我在家帮我妈妈做饭。我妈妈是农民，所以她的工作很忙。很忙，每一天都干活去吗？对。我让小南，如果是有什么不能讲中文的话，那她直接讲越南语也行，因为她现在的那个中文不是特别的好。一个人在家也做饭啊？早上她做饭给她帮忙。早上你呀起来要给爸妈准备饭，他们去山林那边工作的时候呢，拿饭上去，然后现在的东西剩下你在家里吃。那你呀爸妈这样工作的一天能赚多少钱呢？大概15万一天。每一天都有工作吗？还是不一定？不一定。他有没有考上大学？有。哪个大学呢？顺化大学。啊，什么语言？英语。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考上了，你又不上学呢？因为我的家庭很容易的。啊，就是家里没有那个条件。小以前你也在顺化上学的时候，那边的一个月要多少钱呢？对，但是以前我学师范大学，师范免费。啊，学费免费，那生活费一个月，你是几年前了？两年前？是。四年前了。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妈妈给我大概200。200万元段。如果是小南他在那边上学的时候呢，应该要多一点，因为学费，然后生活费各种。我觉得很多。因为外国有的学费很多。我觉得小男孩是挺可怜的，因为他学习的成绩挺好的，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条件，所以放弃了大学。如果是他能上大学的话，那现在的就不一样了。小南，以前你是考上英文系，那为什么后来你现在又学中文了？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打算去香港找工作，那边có học tiếng Trung có nhiều cơ hội tìm việc làm tốt, nên là quyết định đi học tiếng Trung. Cũng có thích tiếng Trung nên là đi học, nhưng mà chỉ điểm là sao không? 12点，快12点了，哇塞，饿了吗？刚刚好。
那我们去看一下小奥娘今天那的，她吃什么东西？有吗？高哥，家里不是有很多。看一下，这里有方便面，如果是啊没有方也可以有方便面。对了，你有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米。越南是啊，出口大米也是挺有名的。我还有很多酸辣汤啊，高跟猪。当当。可怜，我第一次来小娘家就有啊吃的东西了，啊只有汤啊。里面没什么了。我们今天的三个姐妹都是吃这个。看一下他们家吃什么。我们这边呢，有时候就这样煮汤，跟鱼煮一下，少一点，晚上还要吃。然后我们呢，把鱼捞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菜。我们家也是这样吃的，啊，可以了，三个就行了。我看不到，我在减肥呀，小娘。鱼呀、啊，鱼呀、啊，煮啊，酸辣汤。好吗？看到啊？看我饱了。我还没来，我还没到。我弄个好吗？干了。啊。我们坐在这里吃吧。坐在这里去。请你们跟我们三个吃饭吧。小红他吃那么一点点的，他说他要减肥，没有鱼露啊。好吧，没办法。我们吧，我们越南人吃饭很简单的啊。请大家跟我们呢一起干杯哈！嗯，还有那小红，小红吃一碗都吃他的，没有看。啊，风吹很舒服的，我就吃着这个一碗。鱼露。别客气啊，我你说好找吗？哎呀，妈的没杯，搞到你找。他说，哎呀，怎么找没人啊？我找的没杯耶。哎，简单，但是好吃的，因为啊，我们的感情啊特别的好。哎，啊，bộ gỗ đi bao nhiêu tiền đây nữa？这个是小娘家买的38公斤的大米，但是还没做成品。啊，那我们呢回去了哈，谢谢你今天的请我们呢吃饭，到时候出来我们请你吃小吃，你可以跟我们呢粉丝说一下。谢谢。拜拜。那谁要喜欢呢、啊？认识我们那上梁的小南可以呀、啊，啊找我啊，小南也是想认识一个，可以啊跟他个交朋友啊，啊让他学习交流。手机啊，买这个手机啊。
是贷款买的，手机多少钱？买酒，700万贷款的，但是贷款啊，还款大概也要900或者1000万。他的手机坏掉了，所以要去贷款。每个月啊，还多少钱？100万。转卖他。转他吗？我转他吗？这个给小狗吃啊。嗯，那我们回去了啊，拜拜。小红，回去。小南哭了。小南哭了。我们呢？夏天了，所以啊，出门要啊防晒的，穿的衣服看起来很热，但是没办法，走吧。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小南啊去小南家的路啊。